就奇怪，我就奇怪。我这样子演高中生真的太不合理了啦，那代表不要付钱了，不然累死了，亏大了，停喽。吃屎吃屎！大家冷静，来 Google 看最近的食堂在哪里。辛苦了，你要不要投票？市长。市长。我这样子演高中生真的太不合理了啦，没有高中生有这些皱纹的啦。也不用演示成这样子。要事实，勇敢迎接这个事实哦。哎，事实，不合理呀、啊。来吧，上课了。导演。什么？不会演啊。跑龙套的 OK 了啦。好莫名的收工哦，下午帮我排一些工作好不好？都已经装保养了，合理吗？我应该不要像当是训导主任吧？不用了，不用，我只有说好，他们这样就好。对 ，I like it。辛苦你了。一点都不辛苦，因为这个 case 我接到的时候，我是说钱多少都没关系，我都可以来。啊，真的吗？那当然不要付钱了。完累死了，亏大了。真的是真的吗？不是真的，导演还考我说你们第一张专辑是什么？我说你们第一张不是专辑是单曲，是什么？空洞的事情吧。哎呦，然后他想骗我说你讲错。你那时候才小学吧？小学这么有 sense。对啊，哎，我跟你讲，我小学怎么用？对啊，小学就听空气中的视听与幻觉，而且太有 sense 了。就是被我哥影响，我怀疑这个剧组要把我杀死，然后就是因为我怎么搞到感冒啊，然后背过敏还打针，然后后来发现我他脸又撞了一个伤口，为什么他撞到了他眼睛？对，然后我整个腿又凹青，我发现我是 Jackie Chan， 抽更多钱，然后又没拿酬劳，酬劳会了吗？如果还没会的话，其实是不用会的、哦。要会，就是多两千块红包加加金也是可以的。对，他可以跟你握个手吗？当然，握个手很粗糙，拜你千里之上的感觉。干！小贝。你的表情，我那个真的 hold 不住哎，他转过来。不行，那动作就是必须由本人来诠释，一个很像那种就是惨叫鸡的那个表情。这是特别给这个剧组大家还有导演们补补身的蜜人参。蜜人参，对，上面甚至有池塘怪谈，是我们特地设计的哦，就是这个剧对的 logo 是。是不是很棒吧？哎，大家一起来跟导演拍一张拍一张照，绿的，可以轻松了。绿光照明，要绿的吗？没有啦，绿光关起来啦，绿光关起来了。你要我在本人面前讲吗？尽量血腥，烂残酷，太精湛了，太精湛了。对，拍摄时间比较短，但每一次的表演都非常非常的精彩。对，知道，毕竟在这种公开场合，人就站在旁边，也都放在身上，也只能这样回答。好会修饰的话。没有啦，谢谢他们大家，对，谢谢，谢谢他们大家。食堂怪谈，杀青了。好，超级不整齐，超级不整齐的菜鸟警察。食堂怪谈，杀青了。我们再阴森一点好吗？食堂怪谈，杀青了。那就大蜜小 Q 阿丁杀青，清清楚楚，这个
时间清清楚楚在等我吧。哎，在哪里？在哪里？杀青喽！转机，这是转机。你干嘛？你干嘛？我们没有要再喷汗了，我们没有要再喷汗，大家明天都不准携带任何奇异笔或眉笔之类的，之类，好不好？对，做一个找到眼镜的 ，OK， 好，好，谢谢，谢谢大家。一起走到最后。